说一口好话不代表一定可以做一些好事啦。一手好牌不一定，不一定伊会赢，伊会搞。我讲黄生大名，唔通想即要食大豆子啦。哦，啊，无迄个尻川，唔通担心，佮要食即个泻药。对于即头拄仔来宾讲话者，我大家拢真尊重。但是咱冷静来想看嘛，如果国民党选出来党主席，那是拢成即型的。嗯，都主动时都头仔咧讲讲，江启臣因即群人去国家朱立伦，现在先当朱立伦无爱嘛。啊，无爱了，朱立伦当江启臣做好啊，做来，朱立伦再佮佮人淘汰嘛。你还想看吗？从这个事情，两件事情，我从2020年的1月11号吴敦义总统败选开始之后，你随即落台嘛。你的波算跟有比罢免较重要。当初我就讲过，这个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罢免，因为引起的骨牌效应，一切拢涉及咩？民进党恶的苦难，领导人都国民党都戆戆对人去背蒙怎啊跳嘞？如果那个罢免守住了。如果那个罢免守住了之后，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改观。但是在这一次12月18日的公投，赶快反动，因为蔡国英基地这次罢免，佮不算，赶快一样化俘虏，江启臣走啊，赶快朱立伦走啊，拢赶快。国民党要重新去检讨，甚物有这亲疏有别，甚物有这首要，甚物有这次要，唔能只为唔白啊，听白甲六倍。讲实在话，你要看到底咱。起码哎是三位，回过头来，我现在会分析这一点哈。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最大的不同，我相信唔免跟我来评判。民进党真正是起只小拍鸡啊，包括基层的只，包括过去迄个什么时代力量的只少年，跟秘书跟安伟兵呢，亲疏不，反正对于他第一头前的这粒石头，伊就是要搬开。我管在你是阮祖公啊，几代，看会知道基层党对到。台中眼界在做对杀，多好，让民进党做拍手。啊，这代志蔡英文都唔知道，你别甲我骗啦！这无啊，绝对有人在操作这个代志。啊，占上大，即卖蔡英文上大。我这真正讲一个上实在，蔡英文的原则，啊，你少年家若要对我来啊，要对我做，要跟着我们的，你一定要有，你一定要有头路。陈柏伟被罢免掉，他在做什么？想一想啊，即卖一个月领偌济钱？有这里位跟无这里位，敢有差？相对省道等下，台中第二选举区这个乡亲时代，我一直感觉真奇怪，加这些立位对民进党来讲，敢有差？总统同款，伊在做落选嘛，是伊在做嘛。但是对台中地区的这个未来，你什么人要替恁发声？你咪继续当青面因啊！佮再来，国民党拄啊只政评讲的上实在，要安怎甲少年家做连结？你无少年家未来，无少年家寄望，无少年家会当甲咱做连接点。这少年要带阮行，要跟着我走是要有明天。现在年轻人总是要活嘛，日子拢总是要过嘛，一定要未来要有看到五万嘛。咱讲每个等天也会光嘛。山穷水尽疑无路，你愿花明又一村。但是国民党现在是停留在山穷水尽疑无路这个阶段，问否极泰来，他就一直停留在泰，他无在条皮嘛。体质带来的拢总64块，八百，伊个八卦内底864块，爱经过64块，你永远天运倒加顶爆你。讲实在，整个国民党，你的政策如果不思维不改变，让所有的人跟你有希望的走。还有一个，起码国民党，人讲铁拍心肠啊，都会软心啊。经过一次甲一次的挫败，唔是应该爱失败的。是因为内底分散，内底无团结，散散一盘。我相信大家都了解，大家都在这个议题上，你们现在都着重在这里，如何凝聚这个共识？啊，我要请问你啊，人家支持者不是全部国民党员，他一次的遭受挫折，一再的遭受家己本身的磨难，当然有一个破口。宣泄之外，后壁下去得到啥货？你为什么要那做起红感动？民进党第一段，前面就在这个场地，2019年的这个大政治大曝光，时空背景、地点，通通都一样。我得曾经讲过，四个太阳在四野的炮台求生，我得讲过，民进党是差是烂，但国民党会不会爽过头？是真的爽过头了。家己本身人是民进党，人是看到老百姓拍到个较笨啊，笨内底笨袂得，你国平本输，迄大家袂讲。国民党先看到老百姓爱先笨好，才要拍。等你看到，等你分好了之后，啊，这老百姓啊，啊，你要食，就当这核心的食满啊。
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。我在这里在讲的说，朱立伦既然知道要面临公投，要面临罢免跟补选，这是你选党主席之前就是知道的嘛？对，江启臣也同样都知道。为什么大家未当小任为党？为党才当为国。你让我，我让你，把这个代志拖过，甚至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：党主席延后选举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唔能够内底再真正一寡无团结。你主要议题什么较重要？你家己爱足清楚嘛？你很清楚，你现在要完成什么任务？要所有的选民对你一个期待。现在国民党下一场提振真军心的一个胜利，但今麦战场在哪里？在民进党的蔡英文的手，伊敢会给你机会？我想难呐。朱主席，如果若做甲真艰苦啦，吼，啊，你心肝内若真正肉肚内若真正无物件，到时这我倒是建议啦，你可以做另外一种选择，嘛是袂歹，因为唔是为着你好尔，你阁继续讲做，继续做落去，死也无安尼倒咧涂骹树在人搭，对你关心，对你后壁的未来，敢有帮助？对整个国民党，对中华民国，又阁是一个大伤灾，所以。朱立伦，党钱够够，党价够够够，也无定价无走。建议你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，要哪做，包括跟这县市基层去接连接。但是最重要的，如何再重新找回支持者的感动，去投票的意愿的参与感，这个最重要。民进党的民进党的党政人员拢总算了呢。今天我们的中央委员跟中央代表都是用投票的，都是用不是基层选的哦。那我们在选的只有党代表跟党主席而已哦。对啊，找那个参与感，更不会有一关懂得中央代表算掉什么台子都不知道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去年在改革委员会，我在那边发飙要摔椅子，就是那个党内的改革没有落实到基层。去年改的时候也没有改过来，很多的既得党内的既得利益者，我说中常委跟中央委员，全文三北都要共哎，就是还存在着那个觉得怕自己选不上，你选上了党职，中常委、中央委员靠党代表投给你，那又怎样？就是刚刚文三伯讲的，党内的国民党的那个党内的结构，中央委员、中常委跟党代表这三级，从党代表上去中央委员，现在我们一月二十三号要选中央委员了，我觉得败成这样。大家选中央委员选来选去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是啊，这就是文三伯讲的这个重点在这边呢、啊。这个代志在高雄市苏东市2018年韩国瑜在选的时阵，民进党因为已经看袂落啊，迄个新潮流的吃干抹净，所以你袂当否认有真侪民进党的邓虎韩国瑜。这是我苏东市一直对韩国瑜的选情真有信心。当时我有讲，我讲上少赢5万票，可能赢到15万，到底搞真正赢到15万，但是。拄啊，韩国会牵牛打破安怎讲啊？今朝暗淡，拄啊12月2日，我就开始了，就开始准备，特别乌龙八面，因为这地是因家的后花园，是因家的金库呢。啊，即摆足济代志，还阁掌控伫，还未消煞，还未交代。出当时100%拢认为陈清迈一定连任嘛，会当来做后壁先后的工作嘛？结果唔是啊，迄个韩国即个主头啊，向王伊甲载落咧啊！我即摆要问你啦，朱立伦主席啦吼。江贤我已经讲互你听，江坤先生唔是安尼讲啊，江坤先生你总该至少爱找着有人甘愿要蹲点啦。南部民乡亲足善良啦，南部乡亲嘛足热情啦。伊用伊要互韩国个机会，伊敢会袂当去互别人机会？但是即个人前提之下，你爱无争议，你爱敢行出嚟，你爱去接受民意，输不可耻。上。怕就是你无能，你继续不承认输，你不甘愿输未起，就加即卖民进党同一款。各位所有好朋友，高雄恁台不是讲阮只农民、渔民拢总等等，民进党拢开始安怎有无？即款话真正唔能够讲啊，并无遐尼济农民、渔民拢完全支持民进党啊。有真济渔民、农民是真正就是有话无地讲，你敢知影？真的有话无处讲，伊管继续即支持你，但是你家己本身家己袂惊。啊！你打不习惯，阮遮农民渔民是要创啥？你讲个歹听，你都未团结，你未共同一个目标。现在我当问，照这个镜头问所有摊头前，电视机头前所有的朋友啊，甲你讲头，你都唔知影要当哪位啦？你到底是要当东爷，当无东爷？伫干嘞？伫草地有偌济人？谁去？当初我就讲过，你要开1200场的公听会，你应该是要照过去选举的模式来开地饼会，一村一里，一家一户。叫来开，叫来讲到底是要当什么？完全这个动作都没有看到。议员算议员的，里长算里长的。市议会佫更加佫唔免讲啊。做有当分散力量的，不乖嘛。北部人当了真好，人安怎？人有做功课无？人真正有做功课。
有引起共识无？有引起共识？南部是安怎？南部乡亲都不接到嘛，因为我不知道信息，我怎么投呢？我本来不是民进党都在做这些事哦。当然，真侪民进党的支持者伫顶咧讲，啊，你反来主力，你都要当无同意啊？我是啊，我吃伊下伊的口。昨早我就跟你讲，有这个问题足严重，你来国民党要正式、正式去面对这个问题，你投票未当解决一切啊。像无代表无代志，你就爱回无发生。我为个公道等下，这个上实在的工作是朱立伦主席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，屏东不是无机会。屏东内底，你即摆看嘛，看立冬的安怎在上阵？庄瑞雄、周春米、周嘉宾，还有加了一个退党的苏贞清，没敢问呢。嗯，苏家势力在屏东是伊要讲要选啥话？讲句我歹听啊，苏家宏在屏东是内底，伊话要选啥就选啥。你讲民进党提名就一定选你赢吗？未必然，但是国民党内底存在偌济矛盾的问题，周天伦甲苏清泉之间有啥物问题无？你国民党爱去了解，爱去做探讨啊！高雄嘛，同款。2022年，我就接义工，减一个韩立，上少减50议员，减一个二员议长，我减50议员。即届你34席，你看后边你要选几席？听我讲，大即、這个大高雄地区，你大不是在怪谁？只头百姓无转乎你。你是替老百姓做啥？老百姓感动无？你看老百姓廉洁到底是在哪里？不要唔通讲话起句啊，唔通逐项算到到的无定甲无走啊！你继续展现这款情形就对啊！南部这乡亲已经甲你国民党会主动放弃你了，一摆搁一摆伤心，一摆搁一摆失望。啊，另外搁一遍去洪州受我哦，迄你听到真正下句话，恁在扫，真正愈来愈硬，所以。直接嘛要搞借这个机会，甲所有乡亲讲，民进党的政治对杀唔捌停过。回到2018年，韩国的贪污打破做官，跟大家就开始舞弄罢免，总统选举无过了，罢免无停呢，继续对杀呢。蔡英文都唔知道你搞我骗他，破我这个脑袋我都不想，拢唔免的，拢无可能会无了解。佮再来，颜清标、颜宽宏选举含因阿国、含因阿祖、因阿妈讲，这代志佮扣起来就讲，后壁暗讲会衰。未算呢，张立先这代志已经在你做预告，我头下就讲过。做预告，他的侧翼已经就是激进党，就是他的打手，干阿美术红卫兵，唇亡齿寒。所有好朋友，国民党的支持者，你敢想谁可以置身事外？国民党的中正同志，谁可以置身事外？